Parfait.就是这一件采用透明的胶带所设计而成的，对，这个拖鞋不自在。Seven，真的，哦，这是新货，然后就是这是。哦，不过我今天声音有点烧瞎，原因是跟大家刚看到那一则预告有好关，刺眼哦！就是小 S 前两天表演那个国标舞的成果展，对你，然后我从头叫到尾，叫到我现在整个烧瞎。对，然后他这两天就一直说奇怪我怎么烧瞎，奇怪我怎么烧瞎。我说因为那天，哎，太暗，不行，太暗了啦！我们先再亮一点点，先别走，再亮一点点，啊，这样有没有？再亮一点点了，再来。啊，然后因为那天真的很感谢我的姐妹跟家人，还有那个我们的化妆师小杜啊、小龙啊等等，都去帮我加油什么的。然后因为我表演的时候好像又变暗了，是不是？可以再亮，反正因为那个表演是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嘛，对，然后所以隔天报纸就登啦，然后那个热潮就哇，礼拜天的时候就报到最高点，然后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已经是礼拜二了，所以现那在有个。点冷却对，就掉。是舞蹈的事，大家已经渐渐淡忘。然后我本来还想说，就是默默的来上班，然后一进化妆间，大家就会说：“小 S，你跳得太棒了，5号舞。”结果我一进化妆间，大家就开始这样忙东忙西，小哥在那边收化妆品啊什么的。然后想说：“哎，怎么都没有人夸奖我啊？”都非常的安静，然后就很正常的在做自己的事。因为在台湾就是这样啊，新闻来得快，爆点大，然后走得也很快。然后你会奇怪，你不知道现在的好不容易一辈子演戏得个金马奖，过两天大家就忘了。对，我就想说奇怪，不是照理说今天大家还是要帮我欢呼一下，也都没有这种掌声。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雪中送炭，我没有想到会是他。你知道，我还想说一定就是比如说服装师阿文或者化妆师小杜，平常比较你知道爱说会好巴话，结。对他们觉得西弟你太棒了，哦，真的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5号真的，我跟你讲怎么。就不是他们呢，你知道，就默默就大家，我都已经轻微的有点不爽的时候，然后平常就是你知道，感觉不太会说好话的黄素梅就进来了，然后一进来就说：“你跳的真的也太棒了吧！”然后当时我真的是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，想说怎么会是他？怎么会是他讲出所以第说，一句夸奖？平常你的生活中，不管别人有没有跟你讲话，或者是跟你讲话的人，原来你心里有这么多的暗算呢、啊？还想说小杜跟阿文都不夸奖我，然后人家夸奖你，你还不虚心接受，还说怎么会是他？你这人城府也太深了吧！我承认每天盘算那么多事情，我承认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算计。黄素梅，我默默给他加了25分，好可怕哦！所以你心里有个算盘，掌柜的，对，然后你就这样一弄，然后心里就大喊掌柜的，然后掌柜也说是，好嘞好嘞，然后就哔哩吧啦哔哩吧啦的加分。阿伟已经扣了30分，好嘞好嘞，哔哩吧啦，人家心里的掌柜，帮你加减。哎 你好会演掌柜的哦。对啊，我去大陆拍完戏之后，我就发现他们只要接电话。不在房间里面讲，不管凌晨4点或者是晚上1、2点、12点，接到电话一定要走到那个走廊的那个你知道通道，就全饭店人都可以听到说是嘞是嘞，好嘞好嘞好嘞。然后我就每天在睡梦中就一直听到好嘞好嘞好嘞。为什么不在房间内说话？我不晓得，可能就是希望让人家知道他们有手机吧。好了，反正重点不是那个大陆人爱在走廊上讲电话的事，而是就是大家就是渐渐淡忘我跳舞的事情，对。就让我觉得内心百感交集。就觉得真的是淡忘的还蛮快的，好，所跳以，得很好。对，你知道，因为已经看准了观众已经在淡忘这件事，所以我们八大娱乐百分百呢，特地全程拍摄我从练舞的时候一路，然后开始准备弄指甲、涂黑啊，全部的 detail 都拍下来，准备要每天攻击你们。每天都会播出。今天会播，然后还有完整版会在礼拜天的时候播出。哈，炒冷饭哦。用的不是这样用吗？你那热潮已经过啦、啊，没有。可是因为那个热潮是，因为我那天跳完舞之后气到结巴。我那天跳完舞之后，说实在的，
新闻台也都只播了1分钟啊，只看到我抬举啊，还有 Andy 那个 pose，还有访问你啊。对，但是重点是整个舞蹈没有完全呈现，就你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在排练。对，然后你排舞啦，到定制服装啦，到身体擦黑跟去做指甲，所有的细节在100%都有拍摄，包括你上场前1秒钟在后台是什么样的反应。对，然后我们去后台帮你加油打气的画面，通通都播出。还有最重要，很多观众都问我说，小 S 你跳舞的那个2分半全程到底哪里会播啊？我们都嘛没看见，好多人都这样子问我。我们礼拜天娱乐100%会完整的播出我那天舞蹈的画面，很精彩，真的很精很彩。精彩，而且我那个俗辣紧张样全部都录进去了，非常对的啊，可还在怕。后台这样一直发抖，对，然后好想拉屎哦，这样然后穿那么漂亮衣服，然后一直捏肚皮。对，然后大 S 那时候就杀到后台来看我，我以为他是好心来看我，结果他一进来就说外面都是媒体，没办法吃 buffet。就是我妈啊，一直急。我说妈，不是3点才开始吗？她说前面有聚餐啦。我说我是大明星，又不会在人前吃东西。结果果然，现在镜头一直拍，然后我还很做作的点了一杯咖啡，然后肚子又一直咕咕咕，然后我就只好说我去后台看一下我妹，然后就赶快叫助理帮我拿了一大盘食物到后台吃。后台立刻就说帮我拿什么，帮我拿什么，就立刻开始吃起来，然后还在我耳边一直说，我真不敢相信外面媒体那么多，康永哥还有佩斯还在那边大吃大喝。对然后呀、把焦点全都放在这个，不过确实也让我疏解了很多压力。对不然对？我后，还陪你去上大号，对，然后他还那么小的厕所还奇怪，挤在旁边，然后他就蹲在那边上。因为我那个舞衣是一体成型的，就是从这边套上去之后，就直接拉上来，然后就对。穿2个袖子，然后在这边扣起来，没有办法脱下来。要脱就是大工程，我指甲要弄好。然后就跟他说：“姐怎么办啦？”我说：“我很想要上大号，可是衣服好难脱。”他说。要上就上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现在时间还很多，然后二话不说陪我进厕所，然后帮我把舞衣脱下来。而且他拖到一半，想说，算了算了，还是不要上好了。对，因为我他说都拿，拖到这种程度了，还不上，不行了吧？对，然后就在那边这样子踌躇不前，他就说脱了，然后就帮我把衣服全身脱光，全裸，在那边陪他上大号，还舔了我肚脐2次，还有加盐。反正总归一句话，那天能够顺利演出，真的多亏身边的人了。就是说，艺人都是台上3分钟，台下10年没功。错，你看你那个舞才2分半，你就从那么早之前就开始准备到现在。我记得他从过年前就一说，好紧张，我要表演。过年前呢，过年都那么久以前的然后事。你知道我去过年的时候，我不是去 LA 玩吗？然后还有去旧金山，只要一到室内，就不管是饭店还是什么，然后就开始一直，你知开道，始练对，习。眼睛放空，然后一直在那边扭，然后就到哪对。都一直在那边跳，一直在那边跳。真的很认然后真呢，过完年回来上班，然后就会突然大家都在化妆，我就说啊，好紧张哦，对，然后就是突然趁访问来宾的空档，就突然这样扭起来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都说你神经病啊，还有那么久紧张什么？结果你看时间过得多快，对啊，一转眼已经表演完了耶。而且我们所有的家人啊、姐妹啊，然后包括我们的朋友啊，都一起去参加，然后连我奶奶啊，就是本来坐在那边已经80几岁，然后一看到小 S 出来，她就忍不住站起来，然后我们还拄着拐杖，然后我们从头到尾拍手，然后奶奶也都从头到尾跟着拍手。你说的是要让我落泪，是不是？没有，真的啊，然后我就站在奶奶旁边，然后我想说，哇，奶奶还真的是很以你为荣，对啊，而且因为我奶奶平常就是不太喜欢往人多的地方挤，然后那天特地去观赏，然后后来表演完之后，大家就把奶奶扶到外面，就是媒体要拍照什么的，然后当时就是近盼奶奶，奶奶还热泪盈眶。对啊，奶奶很感动，妈妈也热泪盈眶啊，对连啊，我都有点热泪盈眶，你知道很多而且人。我现在都还在烧香，对，就是感谢姐姐。对那啊。天很多人说，你知道我一边看一边都想哭，对不对？因就为是，一般人都会想说，小 S 就是个艺人，然后就表演舞蹈，没什么，每个艺人都会一些才艺。可是你们一看，根本就是专业级的，可以参加比赛的程其实就是真的苦练了，度。真的耶！真的对于国际标准舞，真的不是要开玩笑，而是真的很爱这个舞。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觉得运动很无聊，但又享受的话，不妨来跳国际标准舞吧。是恰，哎，舞蹈最难的部分是哪里？我跟你讲，每一个都难，从头到尾都有致命的可能我性。看得出你有没有来，看到我一出场哦？大爷，我直接这样走出来，对不对？Five, six, 光 seven。是练这个走路就要对，练没好有久。转过来，不是就立刻要这样扭屁股对。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每一次练，我转过来都会这样子。Seven, eight，你知道？哦，重心部位，对，然后就我说老师不行，不
真是，你那是中邪还是什么？刚才那个老师他干嘛？哎，老师不行，然后演着台脚都跳下去再说。你们要演不行的戏，然后身体却一直跳。反正就是很多地方都是老师不行，老师不行，就一直不行。而且本来我们的男老师，你没有看到他吗？本来是戴眼镜，他是近视，他每次练舞都是戴眼镜，然后好几个那转圈动作，我一挥手就把他眼镜整个打歪。然后我就说老师，我拜托你表演的时候戴隐形眼镜，因为我真的很怕他到时候当场眼镜飞了，那也场面难看。而且你之前涂黑不是涂了3天的时间，到现在都还我跟你讲退不掉。今天都礼拜二，你看黄疸病，你看我这成何体统？对啊，给大家看脚。脚哇，真的很脏哎，真的有够脏的，有点脏，好脏哦！可是这些都一定是要涂这个吗？一定要，一定为要！什么？不过很多人都说，干嘛一定要涂黑啊？对啊，白不是比较好看？哦，你想想看，我刚才穿那个舞衣白成那样，一出来就是力道不足，你有没有觉得？所以涂黑会看起来比较有力，整个线条就出来啦，拉丁舞，所以说你在腰这边有在涂黑一点。本来你觉得自己涂线条，不是，你知道我上场前啊，那个化妆师就说，哎，你要不要来涂一个腹肌啊？对呀、啊，然后我就说，好好来涂腹肌。他说，那你用力，然后就用力。他说，哎，你没有东西，就修长变一格一格的。人家可是小 S 肚子过敏吗？以为说我弄出一个用力，他有一个型可以让他瞄，结果我什么都没有啊。他就说，好吧，你就大肆的涂黑好了。反正有很多 detail，到时候礼拜天会全程播出。还有一个也蛮好笑的，就是我奶奶不是被扶出来吗？然后因为我们八大全程都有拍摄嘛，然后我们八大那天拍的记者是那个小美，是不小是？美，然后小美一看到我奶奶出来，她就想说啊，难得的机会要访问奶奶。然后她在旁边一个人这样想说要诚恳跟有礼貌，然后就这样弄了一下之后，她就说阿嬷，阿弟阿孙啊，吼，跳舞哦，西游记，你山东吗？然后我姐说，我奶奶听不懂台语，她是山东人。然后奶奶还很尴尬，这样四周看。对，然后我说我奶奶听不懂台语，她就说不是啊，你孙女跳舞，奶奶敢不敢动？我奶奶很好很好，我奶奶是山东人，而且小美说其实她也不会台语，她只是硬练，她觉得老人应该都是听台语。反正你知道酝酿很久这样啊，阿妈好厉害孙呐，反正你知道。有很多 detail 啊，所以如果想看的话，切记礼拜天也要锁定6点的娱乐百分百。小意思。上次古典舞成功展之后，这次他又应张英曲以及侯永强老师之邀，参加了这次慈善舞舞蹈展的演出。而为了参加这次的表演，小 S 可说是历经了好几个月的煎熬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这几个月来的辛酸历程。伤了，今天一整集节目主持，我都胃觉得在灼热，因为太紧张了。最近会瘦成这样，除了是因为积极练舞的关系，有一部分原因真的是因为太紧张，吃什么就拉什么，然后一直胃胀气。现在是进金钟奖之后最让我压力大的一件事。原来小 S 自从答应这次的演出之后，已经让她背负了沉重的压力。等一下会换上舞衣，我的舞衣是那个黑色胸罩跟丁字内裤，因为这样才可以看到曲线，所以可能会有一点漏。能从内裤旁边会露几根毛？小 S，你也太紧张了吧，连说话都语无伦次啊！目前我发现了，现在我最喜欢的一双鞋就是这双，叫一双红白拖鞋，被大 S 警告过很多次。他第一次看到我穿这就说：“学弟，你要穿这个出门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别买双好看点的拖鞋。”可是我觉得做人就是要放松，就你在工作够累，我干嘛要穿高跟鞋？我喜欢。想不到喜欢做自己的小 S 毫不避讳镜头的拍摄，连最便宜的拖鞋也让他上镜，难怪大 S 会生气。来到了舞蹈教室，小 S 还是无法克服紧张，一度想跟老师婉拒这次的演出。大家都来问我说，到底在怕什么？在怕跌倒啊之类的。虽然身为观众的我，看到别人跌倒也会觉得很兴奋，可是我真的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。老师，他们两位就是我的老师，侯老师跟张老师，全台湾第一名，最厉害的。老师，我在这就跟你们讲，我这次不表演。是这样，啊，我看久了，
准备了这么久就把这个我现在连只是现在要练习，我都觉得肚子绞痛。哎，什么话呢？啊，太紧张了。你最近想做这个吗？啊，小意思，你这装熟还是不行的啦。在拉完了筋之后，今天的练习也将开始喽。虽然这一支声猫舞的演出长度只有短短两分半，但是这中间的辛苦以及压力却是无人能体会的。但是看起来之前你要试着下去，但前面出来的那个气氛才是我们应该要抓住。就是你一只要一听到他在试声，对不对？其实那试声你已经早就身体就开始准备要走出去的样子，你有时候会对着，你说那你就是那里还没开始的，其实站上去就是开始了。他只要说加入欢迎。小 S 跟所有其他人出场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在站在那边就是要开始，无论如何就是我在，好像已经有音乐，要看就是老师啊这样，啊等音乐开始的时候就往观众方也不要站在观众前面，对。然后跳进去，跳这样跳，越提越高这样跳。我不是这样跳，这样，所以我才不会害怕。哎，是走。对啊，撞到就撞到了。哎，切，对，安全的。不要表演说话不准了，还要再练。看来小 S 和老师的默契还不够，在老师的要求下，两个人还是加紧脚步的排练。为了让两人熟记舞步以及培养两人的默契，反复的练习是必要的。看来小 S 还需要多多花点时间在上面喽。跌倒了，有一个地方实在太可怕了，就低头旋转的地方，真的觉得自己会败在那一点。你就会摔跤，我要试着要求老师把这个动作改掉。现在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那天跳舞，除了舞蹈要记熟，然后跳得好之外，服装有很大的那个。怎么讲啊？大的加分作用，所以我等一下要去试我这次表演要穿的衣服，这一次是真的会露那个亮粉，然后觉得又全部都会露出来。可是我现在有点不想让你们拍，因为当天表演的时候我会全身涂很黑，所以看起来会很秀。但因为我现在很白，所以等一下穿这件衣服可能会看起来像猪肉的身材。等一下先，如果太肥就不要穿。像猪肉捆绳子啊，那才更要看呢、啊。彩排告一段落之后，小 S 也要前往制作舞衣的地方试穿看看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跳国标舞的人一定会来的，全台湾最有名做国标舞服饰的一个地方。然后那个师傅是秀秀姐，现场有很多跳国标舞会穿的衣服，大家一看就会知道哦，国际标准。
像这种场景就是用来跳摩登的，比如说华尔兹啊，那个探戈那些。以前那时候还没有学国标舞的时候，看到这衣服，说：“你太夸张了吧！”然后学了之后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一下我就想穿穿看。小龙虾好臭。我的舞艺呢是拉丁舞的舞艺，跟这些都不一样。这些是摩登，所以是以长裙为主。我要跳的是拉丁，所以要展现腰啊、背的肌肉。所以的舞衣非常的露，而且也很抢眼。就是这一件，采用透明的胶带所设计而成的。没有了，现在在这样会太照顾你们三位男性了吧？在现场看穿的。小龙那么瘦，这学期他就是全台湾最有名做国际标准服饰的学术节。我就穿，那我就在这边脱喽。来到了全台湾最会做武艺的地方，当然要好好的参观参观。不过小 S 这一套半成品武艺也太性感了吧！好不好？这个姐有别针吗？我也害羞。钱小龙真的算你赚到了。对这个拖鞋不自穿高跟鞋危险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辣？可是，一向爱露的小 S 却觉得还不够，要请师傅再修剪短一点才够。现在好像有点露，有点花哨。就是表演当中全身涂黑，然后配上那个妆，你们就会觉得应该不会觉得色情。会觉得色情的人只说脑袋很脏。我本来因为事件就是我当天表演会穿女装，现在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概的样子，到时候我全身会晕染那个亮片药片，然后之前同一个改更短，然后更贴身，然后再配上那个涂黑的身体，整个会拉丁为世。试完了舞衣，距离演出的时间也渐渐逼近。接下来，小 S 还要准备什么东西嘞？今天是4月4号，距离我舞蹈表演的时间还有5天，每天都拉肚子，然后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准备阶段了。我真的很怕这一天的到来，因为只要一开始做指甲，就代表真的逃不了了，表演真的要来了。距离表演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小 S 为了这次的演出做了一些打扮，不习惯在指甲上搞花样的她，也特地去彩绘指甲。等一下，美丽达人吴佩慈也会来陪，因为她对指甲非常有研究，可以跟她一起讨论要弄什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定会很啰嗦，因为我就会说佩慈，我想要弄成荧光粉红或者什么，她就会说。学掉，拜托你啊！荧光粉我很老土哎、欸。到很多不了解国际标准舞的人看到我们的装扮，像大 S，我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今天要去弄指甲。”他就会说：“学弟，你干嘛弄指甲？很怂哎、欸。”我说：“没办法啊，跳国际标准舞一定要弄长指甲。”他就说：“谁规定的？”然后比如说我要涂黑，他就会说：“干嘛涂黑啊？这样不会看起来脏脏的吗？”就对国际标准我不了解的人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很多余，可是等到那天我一站上场，你就会知道指甲跟涂黑的效果会发挥在哪里。或许是第一次做彩绘指甲，小 S 也不由自主的兴奋。哇，牛肉面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吗？搞什么东西啊？这以后大家不用来吃了啊？效率有待加强。戏吧，很老吧。而且长指甲的女生在 KTV 都应该很快，因为长指甲的女生都热爱唱 KTV，好像以为长指甲会阻碍她们点歌，但并不会。就是你知道，一去然后就也不讲话，然后就很骄傲，然后就立刻坐起来会玩的。因为长指甲的人尺度特别大。要么懂得运用指腹，以为他们会没办法打快，要指腹超会。喂，那 KTV 定了没？
商家女生眉毛就要挑很高。好像刚好用手指感觉到鼻屎的味道。啊，没办法，鼻屎好夸张。小 S， 你的戏码真的很老啊，看来你要多看看连续剧喽。不过在师傅的巧手之下，小 S 的指甲也慢慢的快要完成了。哇，成功了耶！成功了，发现，发现，是开心的一天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对，哎，发现是太棒了，真的火的意思，开心什么？谢谢。我相信有了这个指甲的衬托，四月九号那天的表演，整个是会加分不少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终于完成了指甲彩绘，看来小 S 非常的满意。接下来他可要去舞蹈教室总彩排喽。在啊，把那些咱们重要吧。目前八大中间级学习理想理论的所有教师带来上榜。来到总彩排，每位舞者是卯足了劲练习，生怕有一个闪失就达不到100%的完美。这样紧张又兴奋的心情也随着演出日期的到来更加的强烈。终于来到了演出当天，小 S 和侯老师还在做最后的总复习。两人虽然练习了无数次，但还是非常的失重。我在家画的时候都一直觉得这样应该差不多，但是来到这边之后，我发现自己是太累了。因为我一进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人说我漂亮，这时候是太累了，这样可以让我比较快。现在心情还蛮平静的，反倒是上礼拜很紧张。上礼拜一想到就已经是痛的脚痛想上大号，现在就觉得有一种痛痛的感觉，就是紧张的连女士有没有感觉？哎，小 S， 你说不紧张好像看不出来哎，平常看你活蹦乱跳的，怎么严肃起来了？而此时会场也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与会的贵宾，当然也少不了小 S 的亲朋好友。之后发现左边胸部的1/3最后 ending 的时候跑出来，然后我真的很怕到时候隔天的报纸会把焦点放在小 S 露奶演出，然后跳了一次报纸评论，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他们就临时帮我加了一些留言。这可是台龙的主意哦，台客龙。
我想小龙真的是非常的爱我，他理想说我的女人的胸部怎么可以给别人看，是不是这样的想法？老师还没看过，凭什么你们看？对，我们在方面会正式开始，让我欢迎大川拉丁舞蹈表演团为我们带来的恰恰恰。这场舞蹈发表会终于在大专学生的开场舞展开，动感的音乐，热情的舞蹈，一开始就把观众的情绪带到最高点，而曾荫权和洪永强老师的金把更是令人震撼。把他们赶出去好吗？奇怪，我现在真的不紧张的。为什么是呢？因为在大学上的，有大学。谁是五号啊？为了帮即将演出的小 S 打气，徐曼和一群姐妹也来到后台探望她。看来大家都对她这次的表演抱着极大的信心。下一个呢？拜托抓住我，不要让我跌倒。你一定会站住我的，你放心好了。老师，我就有脚底抽筋哎、欸。时刻终于到来了，不知道此时的小 S 是否准备好在大家面前大显身手嘞？啊，中间一节，徐熙娣小姐跟洪老师带来的正错。Oh, yeah.
OK。新房三妹妹小 S 完美的演出终于获得大家的肯定，相信小 S 背负已久的担子已经卸下了哦。最近总算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。我们已经放下了半年，为什么？